属鸡的朋友们，今年在兔子年，因为你是刑冲太岁，所以你的谋事处事之中会得到哦是非以及大好心的一种撞击，造就你的工作跟你的事业上衔接的贵人造就的一种撞击，所以你的行运之中会跌跌撞撞，也就是代表说你的付出你的努力别人没有看到，等于你的牺牲形成了一种自我放射的能量。有幸属鸡的人做事积极，而且谋事之中比较精明，今年你可以求平稳，求我们所谓的谋事的一种妥协，成就于别人，牺牲自我的一种利益来帮助你的行运。在工作上呢，今年如果你想要生动或者是说创业跟立业的一种思想的模式，你一定要保守。如果是以加盟的方式，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利的。如果你是扩大的扩建的，今年你的合作的对象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说你今年要依赖军师跟你搭配形成你的贵人的组合，你必须要找出你的流年贵人，同时有他的一种帮助以及资金的补助之下，你的扩展才能形成的意义，然后你的发展才能求稳。感情，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，感情如果你今年可以有合婚，今年在感情上可以有所承诺，但是你要小心的是另外一半就是花落有意流水而无情，这个代表说你的感情未婚者是比较不稳定的，所以你要加强你的追求跟你的攻势，使到你的感情得到升华。那对于夫妻代表感情中进入了冷淡期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鼓励你可以共长生，生不是你的人，死为你的魂，帮助你的感情的行运之中到白头的意思。那么至于你的健康要注意的是什么，那属鸡的朋友们，你的健康要注重的是我们所谓的一种血压淋巴或者是尿道的问题，这一方面来讲代表血毒，所以我比较鼓励你多喝一些薏米水利尿啊，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少喝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酒，通常我会鼓励你反而多喝白开水，对你来讲是好的。今年如果有机会在于我们讲心灵的一种演习，或者从事一种我们所谓的摄影，或者对心气之中加重于耐心的一种方式，比如说钓鱼，对你绝对是好事。那么至于你的财运过程之中，要好在于春节以后，也就是春天跟夏天这两段的一种行运会比较好，过了立秋以后呢，就有太多的一些挫折跟困难。无论如何，属鸡的朋友们，今年你要有耐心，谋事上要有正面，然后懂得以口为贵，必须要懂得开口求于别人，这一点是你要突破的。那么至于你的财运宫，今年要守不宜扩展，所以你的偏财之中也算是属于求稳的，小赌可以怡情。那你的财运的基础幸运号码为5、5、8跟9。那么至于你的幸运事物之中，我反而鼓励你，你多应该穿比较旺的颜色，比如说白色啦，黄橙色啦，或者是紫啦，红色啦，让你的整个人的心情更有什么积极跟喜悦的。